就是那个年糕，就是炸鸡。Hello，大家好。然后今天吃的是炸鸡。然后昨天刚到学校，现在都一个人在寝室，就开始吃了。我点的是一个精品双人套餐，可是它好像比较少，挺少的，但我觉得也应该能吃得饱吧。就是那个腌萝卜。要不要用手套啊？好好吃啊！点的是那个甜辣酱，微辣，我怕上火就点了微辣。这家炸鸡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就是，我去年吃过的闹闹炸鸡。这衣服一直一抬手，它就往上扯。无骨的。对了一个焦，衣服整件缩到了胸部。不知道我今天声音为什么那么轻哎，像做贼一样。
今年准备毕业。突然有点庆幸只点了这些，它已经没有第一口那么好吃了，容易腻。炸鸡皮很脆耶，其实我很喜欢吃这种韩式炸鸡，可是我觉得韩式炸鸡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酱料味道太浓，就是鸡本身那种炸起来那种香味其实吃不太到，像刚才我啃骨头的时候能微微吃到一点点那个鸡炸起来的那种香味。
啊，还有小的翅根两个。其实那个口感来说，我觉得翅根应该是最好的，因为它，大的那个鸡腿，它就是其实有一点点不入味，虽然吃着挺爽的，肉多。一个人在寝室，虽然晚上有时候有点寂寞，可是有时候觉得好爽啊！整个寝室都是我的地盘。这个翅根很大。还有两块，四块。我回学校，大家有什么特别想看我吃的吗？反正有什么要求可以提一下，比如说我以前录过的一些视频，就是吃的东西，大家特别想看的嘛，有。毕业的心情，我感觉很复杂，很复杂，都不能很具体的概括。这个我来讲，没纸巾了，然后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拜拜，下期见。